今天呢是二哥哥的生日，因为他们都回家的回家，然后去跟大姐玩的去跟大姐玩了，然后只剩下妹妹还有二哥们在家，然后去给他买了一个小蛋糕。哎呦，刚刚出去的时候妹妹那个头上都被蚊子咬了几个包了。二哥，今天是你的生日啊？对。你的生日愿望是什么？哦，还有蜡烛还有蛋糕啊。好，妈妈答应你，下次妈妈给你补个大的蛋糕好不好？等哥哥姐姐他们来了我再给你补个大的蛋糕好不好？妹妹，妹妹怎么啦？妹妹像这样。哦，妹妹像这样啊。可爱吗？可爱。可爱啊。那下次妈妈再给你补个大的蛋糕好不好？花了20块钱买了这一个小蛋糕，刚才来的路上哥二哥就是弄的时候不小心给弄掉了一点。这个呢，蛋糕虽然是小了点，但是该有的那个仪式咱们还是要有的。煮了一点这个鸡肉，还煮了几个花菜。然后摆上这个酒杯，该记的那个煮了，咱们还是得记一下的。买了一个小蛋糕，然后煮了一点鸡肉和这个胡萝卜，弄上一点蛋糕、米饭、西兰花，还有鸡肉，弄到这个酒里面，然后就拿去大门那里倒。吃蛋糕啦，开不开心，宝贝？开心。开心呀！咱们开始把蛋糕拿出来了。哇哇，好开心呀！开心吗？开心。好。这个是什么？那个是蓝莓。现在这个是蓝莓呀。对，吃吧。好吃吗？可以吃，那个蓝莓也是可以吃的。我们插上蜡烛好不好？好。这个是4岁的生日了，但是那个老板娘只给了3根蜡烛，反正等下次咱们再给他补过，给他买个大一点的蛋糕。前几天呢我还忘记了呢，还是他提醒我的，他说妈妈是不是过2天就到我生日了，我才记得的。插好插好，妈妈去拿打火机来啊。插一根到那边嘛。这个吗？对。好啦。好啦。好，把它整齐了，对吧？哇！我去关灯啊。你还要去关灯啊？好，去吧。拿这个吗？对。啊，可以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快把吹蜡烛吧。哇，很棒哦！拍手给哥哥唱生日快乐，快点拍手！哇，很棒啊！拍拍手，欢迎。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哇，虽然是买了一个小蛋糕，但是二哥还是很开心的。妹妹这几天妹妹听话了很多，叫她拍手她还会鼓掌拍手了。哇，还要弄给妈妈，那妈妈也弄一个给你吧。好，祝我宝贝生日快乐！哇，妹妹给你拍手了，妹妹给你鼓掌了。
是这样吃吧。我们也尝一下。奶油蛋糕。哎呀，你别往妹妹脸上抹了，你看，把妹妹抹成一个小花猫了。妹妹是一个小花猫。妹妹是个小花猫。妹妹她说你了，妹妹说你了，妹妹有点不开心了，是不是？她想让你喂她吃。看，把这个小家伙烤高兴的。开心吗，宝贝？宝贝，宝贝，生日快乐！谢妈妈。啊，不用谢。妈妈希望你快快乐乐的长大，不要太调皮了，知道吗？这样妈妈。我要把一个警察。很棒。那你要保护妈妈哦。